来，现在我们试一下这个，60升的一个，60升的这个搅拌机啊，就是它是有三个档位的，啊，1、2、3，3个档位，啊，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一个，先看一下它的外观，外观是对，我检查一下是外观没有问题的，外观没有问题的，好。现在我们测试来运行一下啊，先来打下这个，把这个你先调好那个档位，这个是一档的啊，这个是一档的，对，换二档，然后先关起来，然后再换二档，啊，这个是二档，你看这个是非常静音的，声音很静的，对，然后我换三档，下面下来这个是三档，这个是三档，这个快速了，然后没有问题了，然后关了下来，然后把这个提转一转，这个对，就把它转下来，就可以取出这个东西了，嗯，然后取下来，对了，啊。这边这边的也是，然后取下来，对，就把一个整个都可以拿出来。拿出来。这个是有个车的，拿出来，整个车拿出来，就没有问题了。